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兆医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的主任辛玉龙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辛主任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介绍我们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的刘宏文副院长，神经内科的林志远医师，庄敏飞医师，陈信荣医师，一般医学内科的潘玉仁医师，以及皮肤科的高德恩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call in03-8561-337。辛主任哈，我知道你是神经内科嘛，癫痫其实很常见的哈。那癫痫主要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普遍对癫痫的知道的意思，是我们脑部神经不正常放电，然后造成那个短暂功能的异常，我们就叫癫痫的发作。那在台湾哈，癫痫发生的比例高吗？其实发生的比率在全世界都一样，然后不管种族、经济啦，各式各样的原因，大概是人口里面1000个大概会有5到10个，也就是100个大概0.5到1个，其实不少。对，其实哈，癫痫的变化非常大了哈，它不是一般人观念说抽筋啊、吃药啊哈，其实它对家里的影响啊、对医疗、对什么哈，都非常非常的很复杂了。我们来看这段分析啊。4, 5, 6, 8, 往上拉，2, 8, 他差不多在4岁的时候睡着10分钟，然后就忽然坐起来，然后眼球往左边看，那我们两个就觉得说好像不大对了。那之后药物也是没办法说有效，说降低那眼睛那个部分，所以然后就是癫痫的发作就慢慢渐渐轻微出来。一睡觉我就要坐他旁边看着他睡觉啊，没有办法睡。症状最不一样的是差不多在6岁开始瞳孔有放大啊，缺氧完以后才癫痫又发作啊，癫痫发作他又缺氧啊，因为光用这个氧气瓶他的空气会往外流啊，所以我们问了医生才开始买这急救球。这样你怎么样？这样子，一般这个你怎么会用？这个我们是去请那个我们这边邻居附近有护士，因为他说小孩子挤法跟大人不一样。第一次看到这种状况，有吓过呀？哦，非常怕。那时候好像怕随时会失去他。打救护车还边哭边跟他们讲说来救我女儿。既然人家可以开刀治好，想说我们女儿应该有那个希望，然后我们就行李包好了，就开车去花莲了。你要什么？棒棒糖。好啦，好完再说。这都是这样的。他说必须要住院检查一些机密的仪器，当场我们就毫不考虑说，好，我们就办住院。啊，那时候心思说。啊，你们行李有在吗？我说有，就在旁边。看一下，对，他刚那一点讲不出来。包包。啊，矫正好，要考试了。这是什么？白芒。啊，这个呢？狗狗，这个呢？这个还会不会？这个是什么？香蕉。你喜欢吃吗？不要吃。不要吃。你不要吃。什么都会。他语言表达刚看起来都继续下去，没有影响。没错，原则上是 OK 的。真正的到新医生那边，我才觉得说，哎，医生给我一个肯定答案，就是癫痫造成我女儿已经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了。那我一听到我就说啊，医生绝对有办法让她可以睡觉。第一天晚上，新医师就有试着把她的睡觉前有帮我们家用药。啊，那一天晚上开始，我女儿就整个人睡得很熟。所以从那一次我才发现我女儿可以像小孩睡觉了，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97年会决定开刀，就是说因为她的瞳孔放大时间有拉长，那新医师是觉得是说
他跟哈医师沟通，认为说中央神进到瞳孔放大时间太久，缺氧的频率会危险，所以新医师跟哈医师两个就讨论说，我们先做中央分割术。我们希望他不要发作成全身抽搐型，然后有跌倒，所以我们就把左右两边大脑胼手之足胼胝体这个地方把它分割掉，所以叫中央分隔，也叫做胼胝体分隔。其实精神就是把左右大脑分隔。我觉得1997年中央分割术这个手术，虽然他们说是小手术，可是我觉得对丽珍帮助很大。她整整1年10个月没有发作，而且这一段时间她就是整个让我们有松懈，就是说我们没有在用氧气瓶，她爸爸也没有用过了，没有在用氧气瓶，1年10个月都没用。新主任，那个叶丽珍那个小朋友哈、刚来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其实他有刚才看到的，就是说有学习的障碍啦、集中力的一些精神的不足，然后睡眠很严重的障碍、几乎晚上是常常睡了躺着又坐起来，坐着又躺下去、然后因为这样子隔天他也没有办法去学习上课、所以光是行为认知它就有障碍，跟原本就有的癫痫的问题。对，一般我们对癫痫呢，好像要赶快去做脑波啊，就贴一贴、照一照就好。可是我刚才看你哈，在床边哈、用很多仪器，除了脑波仪器，还问他很多问题。那这些仪器是做什么？其实他这个已经是属于第二阶段的时候手术所录下来的记录了。那我们是做脑子里面的功能测试，因为我们不希望对他的脑部造成伤害，或者是他原本有的功能我们可以认知辨识出来，辨识出来说哪个地方是好的，哪个地方才可以真正的手术。所以我们费了很多功夫去做这些认知的功能。所以你看他说他在辨识什么香蕉有的没的，是我们在找出这些他还有的好的功能区。对，所以你看你一边在测试他，一边还记录脑波，然后一边写报告，真的是非常辛苦了哈。那我刚才讲的哈，其实他一来的时候好像比较 care 的，反正关注的是他睡眠问题，不知道整整晚上都不睡，妈妈要陪着嘛。那这个睡眠问题哈，是不是癫痫造成的？其实这是互相，因为在台湾比较少人注重这一个部分，然后他其实癫痫了很多。在睡眠的时候发生，那癫痫的异常的脑电图，我们看了，我看了啦，看了十几年，那其实在国际上的报道一样，可能在睡眠刚入睡的第二阶段啊，第三阶段最多异常的癫痫，所以这是互为因果啦。至于什么关系，其实还有待研究。对，他一来当然就已经很严重了嘛哈，所以来我们当然知道癫痫有很多控制的方法，那如何控制？因为我觉得是应该一步一步，可不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其实大部分还是用药物啦，那在全世界通则都差不多，就是第一次我们要确定他的诊断，确定诊断他是不是癫痫或癫痫症，或者是有没有特别原因诱发的原因，我们要排除，会导致它比较容易发生原因要排除，要去处理好。然后接下来确定是癫痫的问题之后，我们通常就选择适当的药物。对，是这个样子。所以适当药物哈，刚才我们知道患者刚才有看到一个叫中央切除术了哈，这是什么样的手术？对一般人来可能很陌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这是一个老方法了哈，因为我们大脑其实是让病患会变成全身抽搐啦、缺氧，绝大部分是左右大脑都已经在发作了。那通常它开始发作可能是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个是左脑啦或右脑啦，那它很快的传递到两边，那两边大脑同时在发作的时候，其实病人就失能了，失能严重就像缺氧或抽搐很严重。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威胁到生命。那像丽珍这样一个例子，这样一个个案，她妈妈其实是吓坏了。那必须要靠这个东西支撑，从家里到急诊室这一段的时间，然后保护她。那偏执术偏中央分隔术，左右偏执体的分隔，其实就让从右边的传递到左边的时间拉长一点，不要一下子这么严重。其实就这样目的而已。对，所以那个手术哈，可以就是不要让他癫痫这么频繁的发作。对，我当然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哈，他们非常满意了哈。其实有在追踪，我知道他今天也来追踪，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情况哈，需要我们团队来帮忙。我们来看这一段，贝西啊，起床了，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刷牙。好，刷牙，指出来。那可能就是随着读书国中阶段。刚好是国二，他又开始有睡眠的问题。后来新医师就跟我们说，
没有药了。啊，我是觉得是说，我听到这句话，虽然我很难过，可是我觉得说我很欣慰，是说医生很坦白。然后我就第一句反应说，啊，没有药物怎么办？啊，医生就说，那只能开刀。手术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因为毕竟你必须要伤害。可是它好的地方是，或许它这个地方是真的有一种叫疾病区，你不得不要取掉。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先天性发育的障碍，你留着它，它其实并不会有功能，可是它却会再造成癫痫，那你势必要把它所谓的手术切除掉。等待的时候，我跟爸爸会利用那个小窗户可以看到它。啊，我就觉得说，他没有让我们看到，他很紧张、很忧虑这样子，那我们就觉得更舍不得。说他这样子开刀，还让我们那么很安心，没有说很替他害怕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很窝心这样子，等了8个半小时。你们就一直坐在那里。对，我们两个都不敢离开，然后就盯着那个手术的那个荧幕。可是我们心里会想说，人家都出来了，怎么他还没出来？然后一直看，比他晚的都出来了，这样子。医生，你看前面呐，你看这边呐，你不能光看。他知道你在这拍他哈、哦，他知道，他知道哈，他喜欢照相哈、哦。哎呦，你今天精神最好了，因为你知道要照相哈、哦。他现在主要我就是让他训练跑步机，训练他的体耐力，因为他的住院期间啊耐力比较差，然后因为他右侧肢体吼动作比较差，所以还有教妈妈做一些那个右上肢的活动，还有右下肢的活动。那主要他还有个脊椎侧弯啊，所以可能之后会教妈妈说在家里怎么协助他做那个脊椎侧弯的一个矫正活动。放轻松，好，快起来。癫痫没有再发作了，到现在。对，然后而且我们发觉说，哎，他眼睛可以看人很久，做事情可以去眼睛去盯着他在做什么事。来掉了，不算。妈妈好严哦。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定要训练他的手力量。他手开始慢慢有力量出来了。夹夹子开始可以把它撑大，那我就觉得说筷子是最难使用，所以我就是先丢30颗糖给他，可是我不会要求说他的筷子我要告诉他怎么使力，我让他自己去摸索啊，所以我会发觉他3颗糖果夹了快1个小时，可是我发觉他很努力，他没有跟我闹情绪，也没有放弃。从95年跟新医师跟他医师一起合作到现在，对，其实到现在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你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医生，对，完全可以信任。秦主任哈、哦，中央分隔术开了，他好像好了几乎2年的时间嘛，后来又那个发作了，你跟他讲一个没有药了哈、哦，你怎么那么坦白这样？我想。哎，他从别的地方转过来，我个人的经验是，绝大部分的神经科医师，该用的他都试过了。没错，这一定是。我想个人经验想，他不会这样一趟路过来了。我调整的只是剂量，然后依据我之前的经验跟脑波，然后跟他发作的时间做一些剂量的调整，跟判定说这样一个女孩子她适合哪些药物，哪些不适合她。其实我并没有说没尝试过，只是她有一些新的药物对她来说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对，那这些负面的不只是说癫痫控制好或不好，甚至影响到情绪跟睡眠，这是要兼顾的。对，那如果没有兼顾，对她来说这也没有用。所以我真的很坦白啦，因为
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说今天偏执体的分隔素会让他完全治愈，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在学理上也不合理，没有错，所以我就讲得真的很坦白。对，当然哈，很多药了，就是很多药，就是没有一个很非常特效的药才会需要我们神经内科这么细心的来调药嘛哈。当然你马上就要面对他第二个问题了，他没有药了怎么办呢？那其实分隔素有一个好处啦，吼，就是我刚刚说明的，就是说它可能从一边发展到另外一边，我真的分隔之后，它要发展到另外一边比较慢。哦，刚刚在节目里面，那妈妈讲说小孩子的时候，他看眼睛往一边偏，其实就是暗示了他可能是一个局部发作。哦，对。那后来这个现象被我们抓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好，我可以很清楚知道它是哪个位置发作，这也是偏执体所间接带来的好处。至少左边右边对我认得很清楚，对，所以他在后来在住院在检查发作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他到底是哪个位置上发作的。对，那我也知道说那个位置是可以手术的方法很明显可以改善的一个位置。对，刚才就说哈，怎么办？你说可以他开刀嘛哈，那你现在也是刚才讲说可以确定位置，当然可以开刀了哈，可是每一个个案都可以开刀吗？我想可以开刀的病人数其实也不是多成那么多啦，那有些确实以目前的科技还是很难真正我们决定能不能开。可是在比例上啊，我刚刚讲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药物并没有办法达到有效的控制，那这三分之一大概有机会接近一半的病人可以借由手术方法再得到更好的帮忙。所以算一算也至少要快一成嘛，整个台湾算起来其实也不少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对，所以在开刀我们是过去累积很久一个经验，知道这样的手术对他来说其实伤害是有限的，可是帮助是很大的。对，我刚才看你跟神经外科啊其实在讨论了哈，其实这个 team 层就团队非常重要了哈。那开完刀家长一定第一个问你啊，像他该手术八个多小时，大家不知道哈，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功夫要做啊，定位啊哈，很多啊，所以才要开的比别的手术都久。那家长一定说啊，有没有成功啊，一出来一定就问你这样。那什么叫做成功的手术？什么叫成功手术？有时候坦白说啦，他先没有怎么样就叫成功啊。对，就是我们害怕第一个没有病发对脑的手术，我们真是害怕戒慎恐惧。对，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任何的事情在我们所预料之外的。对，当然我们已经可以进步到说我可以预测他会不会怎么样，可是毕竟预测归预测，实际上有时候不竟然是这样子。那当然久了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大概可以掌握，大概它的风险很低。对，那至于好或不好，有时候必须要接下来时间才知道。对，因为它多久没有癫痫，怎么发作嘛哈，是不是每一个个案它95年就给你追踪嘛，是不是每一个个案都要这样长期的奋斗？我想有一些一来我就会告诉他们哪一回事啦，有一些来我说必须要很诚实的讲说我还没有看清楚他的所有的过程跟发作的形态，我必须要等。那我常常也婉拒病患家属以手术当成永久治疗好的一种不正确的心态。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想说我手术以后不要吃药了，什么都好了，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多还未知的东西，当然我们新主任也很认真啊，用科技这么发达，跨界的合作，我知道你很努力。我们来看这一段瑞希啊。结合顶尖医疗和学术团队，花莲慈院与交通大学完成学术合作签约，未来将进行整合性的研究计划，运用科技提升癫痫等疾病的医疗服务品质。如果是我们自有医学的话，它还是局限在医学的领域，但是医学跟这个科技在整个的结合，这个就会有很好的成就出来，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交通大学研发出本土第一个可以植入人体的智慧型电子元件晶片，能自动侦测脑波异常放电，透过电极和脉波传导产生刺激，减轻巴金森氏症、癫痫等疾病的症状。这次的花莲慈院建立起学术交流平台，希望促进生医工程研究科技的快速发展，希望让科学工程然后跟医学呢能够做一个密切的结合，这种跨领域的结合才能够很多新的发现，还有很多新的科学的成就，还有很多医学的成就才能够发展得出来。透过医师与工程师的密切合作，就是希望研发出高科技价格更低廉的深部脑刺激晶片，并将高阶医疗元件逐步运用在临床医学，为患者带来重生的希望。
邢主任啊，你怎么会想到要跨领域跟交通大学还有成功大学来合作？其实不止交通大学、成功大学，甚至连中央大学、连美国的大学、加州大学、Santa Cruz 的分校，我们都在合作。因为其实电这是癫痫它一个主因，刚好台湾其实机电工程是世界的顶尖。我过去跟他们认识才知道真的是世界顶尖。为什么？在去年六月份我跟着他们去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办的脑神经界面的研讨会，我发现说我们的团队真的不输给人家。对，那我会善用这些的专长嘛，对，这不是我的专长，可是我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优秀的团队一起来合作。对，所以合作很重要了。对对 对。那慈济医院呢交通大学、成功大学各自怎么合作，负责哪一部分呢？以成功大学而言，肖夫人教授他建立的是老鼠的那个癫痫的一个模式，然后交通大学是建立那个硬体器材、电子设备。那我们这里当然是提供经验、临床的知识、医学科学的知识跟病人。然后中央大学它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团队，是那个数据分析中心、黄鹤院士他所带领的团队，他对于这些脑波分析相当的强。没有错。那我知道刚才说你把他带入了甚至于你把他整个团队通通把他带来。我刚才看那些都研究生，看他不像我们医生我一看就可能输的，怎么会想到把他整个团队都带来看这个情况？我开始跟工程人员讲话的时候要用不同的语言，同样我们医师讲话很简单，跟他们讲话很困难，所以只有把他们带来。他们带来看什么？看手术。我带着他们看手术的剪接的影片，介绍病人，一个一个跟他们讲，他们亲自去体验什么才是疾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他可以帮助病人什么，他们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这么深切的经验，连教授说他从来没有这样机会，所以他们已经跟很多大学很多医院签合作，而实际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一个亲身的经验。对啊，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看到病人的苦我们就可以感同身受，那看到病人的脑子他们的印象可能就更深刻了当然我知道你经过你这样努力了之后我们癫痫的患者好像看到一个曙光，是不是这样？我想我只能看到曙光啦，我必须很诚实，也必须要谦虚一点。不过确实经过这个过程，我想带动了台湾正在想的一个叫跨领域的研究合作。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好的机会，把我们真正合作研究跨国际上，然后更希望的是我们未来有机会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带给病人更多更好的一些选择。 对，已经努力了十几年了什么动力让你这样继续这样研究下去？兴趣吧然后跟看病人吧，因为光是我刚刚看到丽珍这样的影片，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因为其实我没有太多时间说我自己去亲自去做动物实验、基础实验，可是我所有的就是治疗病人的经验，跟说我累积治疗所得知识，这是我很珍贵所有的。我希望用我的知识去带更多的人进来。好像是妈妈的心情对对，希望来帮我们的病人做一些解决。今天很高兴我们邢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谢谢。